那你想怎样？道歉。我要是不到呢？不到。敢打我的脸！ 转过去。 老师，我能不能试一下？可以啊。 我手脚很好，您检查一下。非常好。那老师，我们可以下课了吗？可以了，下课吧。笨蛋，你在做梦啊？那不是中间中学的梧桐吗？那你在说梧桐？梧桐是。 梧桐呢，是中家中学转来的，今天起就是我们6班的一份子，大家一定要团结，还有新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也记得要帮助他。哎，现在我们欢迎他。哦，对了，现在班上就剩2个位子，一个呢在班小松隔壁，一个在李克后面，你自己选吧。
那现在你们继续自习吧。对。